情报送哪儿去了？还他妈不说，快说情报到底送哪儿去了？科长他还是不说。情报送哪儿去了？你告诉我啊，说不说？说，情报送哪儿了？杀了我吧！啊，杀了我吧！你们。真以为我杀不了你是不是？真以为我杀不了你是不是？嗯，说不说？不怕死是不？啊？看见了吗？这都共党的下场。走吧，这是。你们那个保密工作得做好。是。共军最近活动猖獗，已经有人打入到我们内部了，已经让我做掉了。委员长这次来到沈阳，不仅仅是督战，他要彻查我们内部的共党奸细。之前那个已经让我干掉了，一定还有。还有。一定要把机要室那些机密给我把住了。是。回头，你是一个党国的军人，不带兵去打仗，嗯，领着女人逛街，成何体统？娘西屁！他不也带着女人溜达呢吗？可不嘛。追是。
蠢货，连人都看不住。看他死了。科长，发现情报。看都有什么情报？报告科长，全是重要情报。瞎丫头，可以呀、啊。早就应该把他抓起来了。还是科长英明。我咋就没发现呢？怪我。你要可以，你就当科长了。要我干啥？越说科长丑吗？别扯那没用的，给我拖走。是。咋没来我这儿啊？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。最近我发现了一批共党。哎呀，什么共党啊？他们都去台湾了，我也想去。我已经你给我做张机票呗，我也想坐飞机去。最近共党非常猖獗，我已经弄死一个了。哎呦，你给我买张机票嘛，我也想去。要机票？我买一张呗，我也想去台湾。想要机票？哎呀，对，那就得看你怎么表现了。哎呀，那你说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呗。哎呀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玩挺好啊，科长。那个，什么事都没有啊。玩挺好哦，这大司令，一天没有事干了是不是？我还有事儿，你们先聊。你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？你拉链拉了吗？拉好了。科长，不是你。还想要机票？我现在送你上西天。科长，我错了。啊！科长！科长，饶了我吧！科长！谁的人都想动我？科长，放开我！我再也不敢了！什么？
明天我告诉科长把你也毙了。那还是算了。你好，我是中统的。中统的，中统的找我们军统干什么？啊，局里来说了，让我来带人呢。人早就已经被毙了呀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什么呀？毙了。你是中统过来的、啊，那你出示一下你的证件吧。你有证件吗？哎，给你拿吧。